我回来其实已经17年，发现自己慢慢的越来越爱这个家乡，乡镇的生活，怎样保留它，怎样让它的特色更加发挥出来。勾一下，厉害吗？美吗？用岩砖啊、炭烤、紧窑烧出来的。我把这个东西啊，当成是一种松外不赖特产，很好玩。妈妈有做这一样东西了，我们就非常喜欢吃。都是以前我们回忆的味道。我希望在乡下也可以有一个很有素质的甜点，为双溪比例的人他们的餐桌贡献一道很美的风景。